你看小伙伴们，你们还在为找不到谱、找不到伴奏而烦恼吗？打开 App Store 搜索板凳音乐，搜索你想要的歌曲，比如说不再犹豫，开始演奏。首先，这是一个功能谱，我们可以进行乐谱选择。这是功能谱，还有木吉他谱、贝斯谱、鼓谱，还有我们最最期待的电吉他谱。还可以进行音轨的设置，我们可以 mute 掉或者打开其中任意一轨，同时还可以变速。最后还可以选择从其中任意位置开始播放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试听。